要涉嫌的做错，就是要讲这个大戏。好，所以就说欢迎呢，你们有心要学大戏的人来呀、啊。好，这样子，好，好，先。好好。实际上，这个事务官要有本院交，那请教一下说，有本院交人到底是对不对？因为那个那段你也提到说，就算你聘请别人是本院交的话，那你自己也是免不了是本院交的。你问说到底本院交对不对？是不是？先生，管理所の中に本案ごこりがありますね。で、本願ぼこりは正しいかどうかと。本願ぼこりは、あ、ちょっとあんまりよく言ってない。いいですか、悪いですかと、本願ぼこりはと。いいよ、いいとも言えないけど、あんまり言えない。いいとは言えないね。你基本你基本能说他好，也不能说他不好，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说他不好？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说人家不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他突然就想到了说呢，这个东大寺啊，这个在奈良啊，奈良的东大寺落成的时候呢，他们进行那个法轮上人做开示，结果没想到法轮上人他上台
只讲的只合掌，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了三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就下座了，啊，那么大家都很惊讶，然后四方就觉得，就说我们就说你是不是在那个好像在捣蛋一样啊，啊，就是说我们是听人说法，为什么就那念了三声佛号就下台了哈，啊，好像就说意思好像他在。就是说他们表达很不满呐，啊，那么天上那个法兰上人就跟他们说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有你还有什么不足的呢？就他们就那个对法嘛，结果那个四方他们就那个东大寺的人啊，那些僧人他们就变那个对法，他就对出这个法兰上人啊，结果是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殊胜啊。那个法轮上人他说呢，这个南无阿弥陀里面呢，啊，这一句里面呢，啊，具有多少功德呢？啊，他讲这个给他，哎，哎，这个，我没有功德，那得是啥？都，没有功德，哎，你说我刚刚那么多，哎。石だったんですね。时候那个是怎么赢的呢？这个说起来也是有点类似那个什么奇那个什么神那个那怎么说？有点类似那种神奇呀，啊，哎，那个就说，因为再怎么讲，那他们呢那个，因为那个东大寺不是净土宗的道场嘛，啊，所以那个他们是供奉那个毗卢遮那佛的啦，啊，那么他们都不晓得他们那个功德有多大啊，那么那个法兰上人就说了，那么你们要知道那个，就说既然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的话，你们就去称看看这样子。那个法兰上人就写了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一张纸啊，写了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放到那个秤上面去啊。那么那个这边是放石头啊，哈，啊。那么一般人想的话，一定是石头比字重。可是没想到，就是说呢，那个名号放上去的时候，他这个呢，是名号重啊，他秤哦就变成这样子，不是石头轻，啊，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么这个不是传说哦，这个，不是故事，而是那个历，这个是史实，啊，有这个文字记载的。而且今この方がその聞かれるのは拝願心が、あのいいですか、悪いですかと、はい。我々が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たらあかん。はい。那么。老师说，当我们看到这篇太一套的时候，你不是去问本院交好不好，对不对？你不可以问这个。我认识你啊。哎。认识你，对啊。那个老师说，我们眼睛不可以去看别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呢？那么，如果是法轮上人。说那样子不好了，那他就是不好。而我们反过不可以说。有没有问题要问呢？老师，教室我们那个净观寺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帮你找到你的愿力。哎。从法轮上的精神，它最伟大的地方在哪？在
先生前に先生が教えましたが、その本に信仰書の一番偉いところは本願力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ですと。本人書の偉いところはどこですかと。反善伟大的地方呢，他是呢那个，他是第一个呢开出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无上尊贵的人，打出这个口号的人。南无阿弥陀佛，尊贵的人，尊贵的人。是。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实给大家听呢？问题就是说，请问在座的大家呢，在你们心中，南无阿弥陀佛的有多少价值呢？价值多少呢？谢谢主任，你说话就说得了。哎。南无阿弥陀佛。捡到那个被人家丢到了揉掉丢掉了纸，他都把它那个抚平了，然后把它那个顶在以后就放到那个就放在衣服里面去了啊。那么这种在我们说是祈福了啊，祈物了啊，然后祈物敬物啊。这个心呢，这个心就是念佛的心。那我们大家虽然念佛啊，我们有真的习悟、真的进悟了吗？那么老师就讲到这里。